Hello， 大家好。近年来，中国的发展速度飞快，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，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大成果，很多技术都非常先进，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能力和创新水平。其中，我国航天领域的发展也让各国瞩目。就在近日，中国又向太空发射了一枚利器，让西方国家坐立难安。那么，我国到底发射了什么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众所周知，在当今世界，卫星导航有着重要的作用，它可以为国家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。一直以来，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，而中国也一直在努力追赶。到2016年，我国便已经发射了16颗卫星，最近我国又成功发射出了北斗3号卫星。它的发射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北斗系统，将中国各个地区的情况尽收眼底，为我国提供精准的信息。北斗三号卫星技术先进，功能强大，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美日等发达国家。对此，日本更是表示，完了，来不及了，未来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大家认为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如何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吐槽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